同学，请坐，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记第六百零二面，啊，六百零二面第一行，一表十波罗蜜，能摧十种烦恼。 成是众真如，遍真是地，啊！我们前面学到是地的原型地，啊！现在接着看八不动地，<coughs> 为真如之理，既尽其迹，全得其体。 在正常宁静，无能动摇。警云：夜真如心，民不动地 <coughs>。不动地是八地啊 <coughs>。在《大乘经教》里面告诉我们。 拔地菩萨真正见到阿赖耶了，也叫阿赖耶的三系相，也就是弥勒菩萨给我们做的开示，一弹指三十二亿八千年。 什么人能够看到？啊，八地以上，那是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这五个位次，这五个位次的人，通通都看到了，那就不是假的了。啊，不是一个人说的，啊，只要你功夫修到这个这个地步，你都能看见。 真实所谓本能啊啊，这种能力是本能，智慧是本有的，能力也是本有的。啊，只是我们迷失了自信，智慧跟德能都不能显现。啊，虽然经过很长时间去修行，把这些障碍。 逐渐的放下，要到八地这个时候，这放下差不多快放净了，啊，烦恼快放净了，这是烦恼习气，而、啊、不是烦恼早就放下了，粗地就放下了，啊，由此可知，这个功夫不是平常人。 啊，嗯，真如之理就是自信。啊，即见其极就是圆满真德啊，全德其体，跟如来的境界可以说完全相同啊。这个时候，真常。 宁静，无能动摇。这一句话是形容心体啊，自信的本体。慧能大师。 他在第四句话里头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”那就是这个境界啊！见到自信呢，极静不动啊！所以这个在大乘教里头，佛常说，祖师大的。 也在著书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个境界是清净机密。啊，这个地方说无能动摇。慧能大师跟我们说的是，本无动摇。 这是什么？自性本定。换一句话说，真心是定的，妄心是动的。妄心是念头啊，念头你、那、看、个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它是动的。啊，真心是不动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修定是多重要。 啊，这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佛法修行总纲领、总原则啊，总的指导方针就是三句话：戒、定、慧。啊，戒是什么呢？戒是手段，帮助你得定。 定还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目的是开智慧。于是我们就晓得了，大乘佛法终极的目标，我们求的是什么？智慧。这个智慧不是外来。 是自信里面本有的。佛在《大乘经》上常常告诉我们：“心外无法，法外无限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心是能生能现，法是所生所现。 能说是一，不是二。本能是不动的，在所现象上啊，你能看到不动，你就见到性啊，性是什么？性是不动的。如果我们在动中看到不动？祖师大德。 他们有这个功夫啊！啊，动是相啊，是性啊；不动是不动是性体、啊。就像我们今天看电视，我们看这个屏幕，屏幕里的心的相是动的，屏幕有没有动啊？没动啊！啊，屏幕确实是。 真常宁静，他没有动摇，动的是你的画面，不管怎么动，屏幕始终不动。屏幕就是真心，就是自信，就是这里讲的真如。啊，我们能在。 屏幕画面上能看到屏幕吗？看不到了，只看到画面，屏幕好像不见了，没有了。这就是这迷了。功夫到家的人，啊，他把屏幕上所现的像，啊，连屏幕全都看见了。啊，现在哪里呀？现在屏，屏幕是现。 现在相中，任何一个一个现象都是屏幕，能没有离开吗？啊，人在屏幕里面活动，啊，乃至于最快速的，像闪电，啊，像喷射机，啊，没有离开屏幕啊，都在屏幕里头啊。 那、啊、屏幕始终不动啊！那、啊、我们看看禅宗的语录啊，像《五灯会元》《禅灯录》这些书啊，那个里面记载的，全都是明心见性的大德啊。 进行之后，就是切入这个境界了，还得请老师给印证。啊，老师的考试，问你姓是什么？姓是什么样子？姓像什么？啊，被考试这个人。 往往是，或者是一句话，或者是一个动作，或者随念一物，顺手递来呀、啊！啊，老师给他印证，没错啊，啊，真的见到了。慧能大师在无足忍和上方丈时。 听老师讲《金刚经》，听到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豁然大悟啊！啊，他就提出报告，何其自信！本自清净，啊，没有想到他见到了本自清净，没有染污啊！ 这什么？好像我看电视，忽然之间看到屏幕了。那、啊、屏幕里面这个现象像是染物的，屏幕没有染物啊。啊，像是动的，屏幕不动，本不。 本不生灭，是不生不灭啊！本质具足，就是具足无量无边的现象，就看到了啊！本不动摇，人生万法，万法本爱平幕。啊！屏幕里面的。 这个摄像不妨碍屏幕，屏幕也不妨碍摄像。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。而摄像跟摄像当中有没有妨碍？没有。他看出来了，为什么没有？它是空的，不是真的，它是个幻象，根本就不可得。 啊，是以波般若经总结四句话：一切法毕竟空，无所有，不可得。啊，这个话到什么时候才证实了？我们真的明白了，明白了。 虽然真的明了了，不是自己境界啊？为什么呢？我们放下的不够，这不是自己境界啊？我们为什么这么肯定相信他的时候一点没错呢？我们看到科学报告，科学报告跟佛跟弥勒菩萨所讲的完全相同。 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科学家提出报告，让我们断疑生信。啊，这是真相了。啊，一秒钟，一千六百兆的频率，你能看见吗？ 啊，我们看以前老式的电影，啊，用用这种、呃、这个幻灯片，啊，在这个影片里面所放映的，它的频率一秒钟二十四张啊，镜头二十四二十四次。 开关，镜头打开，照在荧幕上；，立刻关起来，再打开第二张，不是第一张了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那现在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：，我们现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头，跟这个前一一个道理一样的，啊，一秒钟多少张呢？一千六百张。你能掌握里头一张一张的？ 找不到，所以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就像画这个底片，它张张是独立的，前面一张它不是后头一张，啊，它是相似相，相似相续，它不是真的完全相同的相续，不是的，没有一张相同。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！啊，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，做了十几年，他告诉我，他们从来没有看到有两个水结晶的是是相同的，找不到。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，我告诉他，永远不可能有两张相同的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说念头不一样。 啊，你就是我自己做实验，前一张跟后一样不相同，为什么念头不相同嘛？我们现在感受到这个念头是个很粗的念头啊，不是佛经上说的。佛经上说的这个念头很细呀、啊，啊，非常快呀、啊，啊，一秒钟一千六百兆。 你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？谁看到了？不动地的菩萨看到了，比科学家厉害。科学家只知道这个、这个、这个、这个这桩事情，这个频率多少次，他说不出来。他讲极快的速度。 啊，弥勒菩萨把数字说出来，一弹指，三十二亿八千年。啊，八千是十万呢，三十二亿乘十万，三百二十兆一弹指。啊，那我们弹得快，一秒钟可以弹五次，五乘三百二十，一千六百兆。 假的不是真的、啊，哎，这个就说明什么？这叫四思我爱。啊，前一年跟后一后一年，它是独立的嘛？它不是真的，它怎么会照爱呢？啊，就好像我们底片一样，前面一张不看，底下一张，底下一张也不看前面一张，不爱啊。 啊，这叫事实真相啊！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，实相如是啊。从哪来的呢？从心生的。真心就是自信，能信能生啊。但是能信能生，立刻就灭掉了。 啊！楞严经上说到：“好说这个事情，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，是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。啊，一个一个接个，相续不断呐。我们的念头相续不断呐。这个念是妄念。如果这个念头断了，就好像我们看电视一样的时候，哎，突然停了，画面没有了，那就断了。” 如果我们还看到这个是境界在面前，他们一断啊。那菩萨八地以上菩萨知道，七地以前也知道。像我们这样叫解悟，因为我们听的经上听多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。哎，又听到科学家的报告。 啊，科学家报告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，啊，证明这个绝对不是假的。佛菩萨所以真的是定中的境界。那么定中的这个、这个、这个方式，比科学的方式高明。科学有很多仪器啊，啊，而且发现不偶然了、啊。 你看，一代发现一点，一代发现一点，啊，世世代代累积到现在，哦，发现了，那这叫科学不断在进步嘛？啊，有没有,有个极限呢？科学到了极限了，还能往上提升？不能了。这佛在经上讲，为什么？佛给我们说。 第六意识在八士里头，第六意识这个这个判员的能力、啊、最强，也就是它的作用啊。它对外呢，能够圆判员到宇宙，就是法界，是法界；对内呢，它能够圆到阿赖耶。现在科学圆到阿赖耶了。 现在可以说是走两个极端：一个宏观宇宙，专门研究这个无穷大；一个是微观世界，无穷小。啊，极大极小的两个方向，极大的是宇宙，极小的是量子。啊，你看量子的进步。 以前从分子、原子、粒子、夸克，到现在讲量子，啊，这讲中微子，那这研究极小的，啊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这个科学。 还没有达到啊！佛告诉我们，那个极小的，就是出现呢，就是那一念，弥勒菩萨讲的一念，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，出现这个境界。 啊，这虽然这么小，啊，小到什么程度？黄年老影科学家的报告，这中微子，一百亿个中微子组成一个原子，而不是原子，电子比原子小，一百亿个。 中微子，也就是中微子多大了？是一个电子的啊，一个电子的一百亿分之一。啊，它是一个圆满的现象，也就是具足五音。啊，色受想行识，它具足。 啊，四十五只，受想行识，今天科学家讲的信息啊，它这里面含藏多少信息呢？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乃至于过去、未来，全在里头。啊，我们现在科技算不错了，发明这个晶体。 啊，晶体像小指甲那么大，一点点大，里面含藏东西惊人呐、啊！啊，说一部大藏经就在一片里头，啊，一部《四库全书》也在这一片里头，这非常惊奇。而实际上呢，不止，实际上。 那个中微子那么大的小的，是不能比这个再小的了。它里面所含藏的是整个宇宙，啊，整个宇宙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通通在里面。谁知道？佛知道。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：谁有能力进入？ 微尘世界呢？微尘的，他佛告诉我们，那微尘有世界，有宇宙。啊，我们这个宇宙没有缩小，它里头没有放大。啊，小中有大，大中有小，我们好容易懂啊。小中有大，它容纳整个宇宙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全在里头啊。 我们这个前面在经上读过，普贤菩萨，这是等觉普贤。实在说了，我们现在应该知道，从八地以上修普贤心的，啊，八地普贤、九地普贤、十地普贤、等觉普贤，都有能力进入微尘世界。 这很不可思议啊！那这科学家没发现呢？只发现有这个东西，这东西里头还有还有东西，这就不知道了。而且它重重无尽，小而无内嘛，啊，这么小的这个微点，真就是微点。 肉眼看不见的，普通的显微镜也看不见的，啊，这微点里都有世界，它那个世界里头又有微点，微点里头又有世界，重重无尽。这是个什么道理？我们如果用两面镜子对照一下，啊，我前面一面镜子。 后面一面镜子，我在这里面看到的时候，我这个镜子里面影像重重无尽。隋唐的时候，玄首过世，江花园经》。 讲到重重无尽的这个境界，皇上听不懂啊。先说国师很聪明，让皇上在你你这个大殿啊宝殿这个外面院子里建一个八角亭啊，那这皇上很容易马上立刻叫工人建个八角亭。 把建好之后，先手告诉说：“八面用八个镜子，八个镜子，上面有个镜子，地下也铺的是镜子。那个时候是铜镜，让皇帝进到八角亭当中去站一站，你就看到重重无尽了。哦，他真的到你一个到王林看。” 恍然、啊、大悟啊！无论看到，你看这镜子照镜子，重重无尽啊！用这个方法让他领悟到重重无尽的意思啊！这宇宙的妙啊，神秘奥妙。 啊，我们一般人无法想象啊！啊，不动地的菩萨啊，经里头有这一句话：一真如心。就不动了。禅宗里头说：“十得一万四百。” 啊，一切事情就圆满了。啊，这个“一”就是《四谛》讲的“一真如心讲真心了。因此，佛法跟非佛法，我们怎样认知？那就是佛法是一。 都绝对不是佛法,法，千经万论，到最后归一真如心。无量法门也是归一真如心。啊，万法归一了，啊，归一这个一的念头都没有。 有一个一的念头，那还是起心动念，那还是迷，那不是真的。真的有的时候，一点念头都没有，圆满的回归自信。啊，回归自信。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？啊，我们可以这样说法。 我们的物质身体跟变法界、虚空界的物质融成一体。我们的受想行识就是精神意念，科学家讲的信息场，我们自己的信息场跟变法界、虚空界的信息场融成一片。 啊，还有一个念头啊！释迦佛问的三桩事情啊，问弥勒佛了，心有所念这一念当中有几念？你看，问了这个，这个念头是。 这个念头是今天科学家讲的，能量从能量场变现出信息场，从信息场变现出这个物质的这个现象啊，所以物质现象。 精神现象，啊，我们也可以说心理现象，还有一个自然现象，啊，波动是自然现象，就是阿赖耶的意象。啊，信息场是阿赖耶的转向。也就是阿赖耶的见分，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也叫做相分。 科学能够达到这里啊,啊，但是科学能发现远不如八地菩萨，八地菩萨知道的透彻。科学是看到边缘，看到个模糊景象，哪有八地菩萨那么清楚？八地得受用啊，科学家不得受用。 嗯，看到这个现象了，自己没法子受用，啊，八地菩萨得受用，啊，这个得受用就是我刚才讲的，跟变法解虚空界融成一体，所以变法解虚空界一切众生波动，他都受得了。 一切物质现象的波动，它也受到。这三种波动都属于波动：自然现象、心理现象、物质现象，全都知道啊！啊，先守过世的还原观，啊，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，啊，那里的有一个望尽，望不尽。 就换不了云，望尽则换云，望尽时，不期心不动念，完全回归到自信了。啊，我们做到不期心不动念了，回归自信了，没有尽其极。 没有得到全体的大用，啊，而且么，我们得到一部分。科学家连的一部分都得不到，啊，所以方东梅先生说，佛佛法是高等哲学。 啊，哲学家纵然达到这个边缘，不得受用。啊，现在我们知道，它不但是圆满的哲学，它也是就近的科学。啊，科学、哲学都达到最圆满的这个状态，这是佛经，这是自信 啊，真正了解了宇宙、人生跟自己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情全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是一，不是二啊！啊，所以同体大悲生出来，这性德；无缘大慈生起来。 啊，在宇宙当中，能不能找到一个跟自己没有关系？找不到。啊，真正明白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，不是一家了。一家不是一体，它确确实实，它是一体。 啊，他能不关心吗？啊，关心没起心动念，高明！啊，帮助你，帮助你离苦得乐，帮助你破迷开悟，也没有起心动念，是真高明。 无为而无所不为，无所不为实际上是无为。无为跟不为呀，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悟啊，去了解它，去体会它。 那我们怎样才能够切入这个境界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修炼呢、啊？啊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个，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兑现。啊，把我们过去错误的想法修正过来，错误的看法修正过来。 啊，什么是错错误的呢？有想都错了，无想也错了。看法有看法错了，没看法也错了。为什么说错了？因为你有起心动念，你有分别之处。啊，所以佛教的我们。 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，放下起心动念，正确的。你要你要问他为什么我要放下？你不放下的时候你在迷，你见不了心，你放下了马上见到了。那、啊、八地是，我们可以说彻底放下了。 啊，上面还有四四四层，那就是说，他的无时无明习气，啊，无时无明习气，四十一品呢、啊，他还剩下四品，啊，剩下三品，啊，九地十地等九，还剩下三品。 这个三品是最后的三品，要是断尽了，它就回归长继光了。那回归长继光，长寂光就是从你一念不觉而又无明起，这个起点呢、啊，你转了一圈又回到起点了。 大循环又回到这里了，圆满了，成佛了，啊，这是真正成佛，究竟圆满，妙觉如来。楞年会上，富农那尊者，啊，富农那是阿罗汉。 上释迦牟尼佛提了个问题：等觉菩萨功恨圆满了，真的妙觉位了，他还会不会迷啊？不是又回到原点了吗？还会不会再迷啊？我说不会了。为什么不会了？他完全经历过了。 全部了解了。啊，最初是一念不觉，现在是完全觉悟了。啊，你成佛了，永远不会再变成凡夫，圆真三不退变。 啊，所以“不动”这两个字太重要了。啊，在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境缘当中，就是要修个不动。啊，这是很难做到的。你看，从初地从欢喜到不动，第八个阶段了。 啊，不动太重要了，不动就是禅禅定的、啊，所以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是修不动，门门都是修禅定。啊，我们用什么方法修禅定呢？用智、持、名号。你看，心才有动了，阿弥陀佛。 啊，不管我的念头是善是恶，是然是假，念头只要一起，觉悟了，真心里头没有念头，这怎么办呢？通通归阿弥陀，阿弥陀还是一念，可以。 啊，这一念带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再把这个念头放下，你就圆满了。啊，如果今天阿弥陀佛这一念不肯放，这个这个呃不肯放下是对的。啊，阿弥陀佛这一念也不要了，那你就变成无想定。 啊，功夫修成功了，无想定。无想定的果报在哪里？在四禅无想天。无想天就好比这个人掉到黑洞去了，完全被无名。裹缚住了。 把它保护住了，啊，将来寿命到了，定功失掉了，到哪里去？到阿鼻地狱？错了，那是一个误区、啊，走错路了。啊，禅定，你看。 我们中文翻译为静虑。啊，静是不动，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，它里头有关照啊，它有智慧，智慧起作用是照。 照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只是他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这就这样。所以，的心是定的啊，无论是善缘、是恶缘，是人事关系，好人跟坏人，啊，境界里面是顺境还是逆境。 他就像在定中啊，看一幕一样，啊，看电视这个画面一样，啊，自己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是慧。如如不动是定，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，这是法身菩萨。 啊，有定没有会？阿罗汉配智福；有会没有定，六道凡夫啊。这个会不是真智慧，真智慧一定有定，从定中说是真智慧。 啊，没有定的智慧者，佛法个名叫世之变从，八难之一。这佛家讲的八难，八难里头就这一条，叫世之变从。记问之学，这人很聪明，啊，记得很多，啊，看得很多，叫光学多闻。 啊，不闻强义、啊、强记啊,啊，古代邵正毛这一流的人物，很多很多啊。啊，那个不是郑辉，啊，郑辉有定。 所以，会加上定，我们可以这样说法：现在人家知识没有定，智慧就叫知识；知识加上定，就叫智慧；有定的知识就是会，智慧；没有定的知识，就叫知识。 啊，这是什么叫知识？什么叫智慧？我们从见闻觉知上啊，有定的就见闻觉知是智慧，没有定的见闻觉知是知识。啊，这样分别也可以。 啊，我们再看下面第九善会的。啊，这里要着眼的就是善。你看，为既得真如之体，谁得真如之体？不动地，八地菩萨真得真如之体，体什么也没有。 慧能大师讲的了五句，那就是真如之体、体相作用，他都说了。啊，那叫他法妙用，这个妙用找，反所照料，习是真如，这个智慧善呐。 啊，在他的境界里的法法皆如，法法都是真如，万法皆如，没有一样不是真如。虚空是真如，啊，所有一切抽象概念也是真如。 啊，相宗主师将一切法归纳为六百六十法啊，这是弥勒菩萨造于切时的人将一切法归纳六百六十法。天清菩萨觉得六百六十太多了。 初学的人接受不了，再把六百六十法归纳成百法，啊，归纳为一本，哎、啊，初学的方便呢、啊，所以百法展开是六百六十法，六百六十法展开无量无边的法。 啊！善慧地菩萨看一切法，皆是真如。啊，经缘法真如用啊，名善慧地。这个慧是自性里的真实智慧流露啊，你才见到法法皆如。 法法皆是，哪里分别了？我们今天这个是那个不是？这个好那个不好？错了，这是什么？这完全堕在虚幻的境界当中，全是妄念、邪思、邪见。 没有看到一切法的真相啊！为什么万法皆如？佛在经上常讲，万法唯心，心是真如。万法从哪来的？心现的，真如所现的。真如所现的，它不是真如，是谁是？ 啊，古大的一个比喻，比较好。以金做器，器器皆金。啊，我们用黄金做成器皿，做成过程不同，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器皿。啊，摆在你面前，全是黄金。啊，黄金是的佛像。 黄金塑了一个小狗，啊，黄金做个蝴蝶，黄金做个爬虫，全是黄金啊！哎呦，你见到佛像会拜它，你见到小狗啊，这很好玩玩具，啊，黄金也可以做个鬼像，做个魔鬼，哦，你看到魔鬼你讨厌它，全是黄金啊，价钱一样啊。 都是最高艺术品啊！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全是自信变现的自信，好比是黄金呵呵变现的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是一不是二啊！谁看到呢？九地菩萨看到，善慧帝见到了，所以善慧帝是是老师的的指导啊。 师道啊，啊九地菩萨是老师啊,啊，凡是九都是老师啊，十信位里面的九信，导师位啊，十柱里面的九柱。十灰相里面的第九回相，十地里的九地都是法师位、嗯，他可以叫人了，没问题了。 啊，不会把人叫错，啊，因为他看到了法法皆如，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小猫小狗本来是佛，蚊虫蚂蚁本来是佛，树木花草本来是佛，山河大地本来是佛。 啊！你在地上立一片泥土的时候，本来是佛，这是九地菩萨的境界啊！所以他法真如用啊，法是从这里发生，从这里发起。 啊，这就是自信的大用啊！啊，前面讲的妙用啊，他见到一切法的体相用，题是真如，相是幻相。 啊，幻象有作用，啊，这个作用里面就造业，有染有净，有善有恶，啊，因为造作，所以产生许许多多的现象，那现象果报啊，啊，设法界亦真庄严，是自己造的。 啊，参透了，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。你成佛是自作自受，你变恶鬼、变地狱、变畜生，还是自作自受？啊，人天里面享福也是自作自受。啊，最重要的是明了。 明了上，都不糊涂了，啊，他在地狱愿不愿意在地狱？愿意在地狱干什么？在地狱度地狱众生。他觉悟了，哎，他也是地狱生，度同类的众生。啊，他如果在出生里觉悟了，他出生里是菩萨，度出生道的众生。 啊，他要是堕胎投投胎投了个小蚂蚁了，他是蚂蚁利菩萨，就堕蚂蚁类那种事。菩萨无处不现身，啊，他在任何他都得自在。啊，真的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无论在哪一道。 啊，在无情亦佛如是。啊，它变成一棵树了，变成一个小草了。啊，它能度那些树木花草的生灵。啊，为他们讲经说法。啊，要知道，树木花草比人难度，为什么呢？它执着比人深。 山河大地是更难度，执着最深了。啊，他不执着，不会变成那个样子。所以，我们明白这些这些道理心要放下，量要放大。啊，我们本来的度量。 是含容空有啊！你看那个《还原观》上，啊，三种周边，第三说的含容空有，含是包含，我们的心包含太虚，心包太虚，容是容纳，两周法界，没有一样不包容的。 啊，迷得越深，心量就越小；觉悟的越彻底，心量就越大。啊，到不动地的菩萨，两周发界。啊，心包太虚，两周发界，是八地以上的性量。啊，这自信本来是这个样子的。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。 这个认知、啊，真相大白啊！最后发云地为菩萨至此第十地，修行功满，为物化利众生，自己修行圆满。 在八地跟九地圆满了，圆满之后呢，那就是普度众生。唯是唯一，没有第二个。物是周，就他的事业。啊，他事业是什么呢？教化众生，教化利益众生。 大慈如云，随着法云是这么来的啊。云有复音的意思，你在夏天阳光很大，哎，有一片云彩遮住太阳啊，我们就感到阴凉了。取这个比喻啊，菩萨。 大慈大悲也，虽是则利运，啊利益。运则众生啊，而本己不动，这句话重要。菩萨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度化一切众生，没起心，没动念。 那我们要问：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讲经说法四十九年，教化众生，他有没有七情道欲？这说没有，真没有。行住坐卧都是如如不动。 《大臣经》常有两句话，叫“那切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”。那些是梵语，指的是龙是象。龙我们没见过，象见过。你看大象那个样子，啊，行住坐卧，真的都像在定中一样。 啊，取这个做比喻，菩萨教化众生，无论在哪一道，行住坐卧也在定中。定中就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知足。啊，教化众生的威仪是自信自然流露，言语也是自然流露。 啊，决定没有通过思考。哎，我想想，应该要给你怎么讲？嗯，那是反复。啊，那个不是地上菩萨。只要明心见性，他决定没有思考。啊，决定没有是我想一想，没有。这个境界不可思议。 不想他就能知道对，因为他完全知道。你不问不问他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不问的时候什么状态呢？就是慧能大师讲的“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”这是状态。啊，他确实具足，不行。 啊，如果有缘，那就能生万法，的自然生发法不可思议，真心不可思议，啊，真心不乱。 我们今天讲啊，它有体系，思维的体系，组织的体系，一点都不乱。啊，那境界的现前不是自己，是随身众生、啊。那众生喜欢什么，他自然就选什么。 啊，自己没起心动念，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？发藏比丘那个时候起心动念，到发藏比丘成佛的时候，这世界自然现前。 真不可思议！我们无法想象宇宙的奥秘，心性奥秘胜过宇宙啊！宇宙是所限的。 能性是心性呐，宇宙是所变的、啊，能变的是阿赖耶。科学家今天发现阿赖耶，阿赖耶的奥秘，他没发现，为什么呢？ 发现他就得受用，他现在发现不能得受用，啊，也就是看到阿赖耶一个模糊现象，阿赖耶里头究竟有什么还不搞还没搞清楚，八地菩萨真的了，他搞清楚了，所以他得受用。 啊，他的受用是什么？真常宁静，也就是自信本定现前了。啊，慧能大师所说的“本无动摇”，把八啊。 啊，到九地的时候，那就是能生万法了，真如之体起了作用了，照见无蕴皆空啊，啊，度一切空啊，一切空啊，就是一切众生，没有尽性的众生。 啊，这个心发出来了，到发云地，不但发心落实了，啊，这种落实就是与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的大用，众生有感，立刻就有。啊，雷音讲上所说的。 当处出生，这一众生有感，他什么时候感，在哪个地方感，马上就在那个时候，在那个处所就应了，啊，随处灭尽，感的能量消失了，应也就没有。 啊，感应是幻象，是帮助这个虚幻的众生觉悟回归自信的目的是什么？啊，所以虽施作利运，这叫佛事。啊，利运者就是。 现身说法啊！菩萨的八万西行。八万法门，小城里面三千威仪。 这都是利跟运的都包含在那两个字里头啊！啊，重要的是本级不动。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视现八十年了、啊。啊，他投胎呀、啊，有父母啊。 啊，十九岁离开家庭，出去求学，学了十二年。三十岁，在菩提树下将所学通通放下，入定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他这个表演，我们要能体会。 十九岁出家，放下烦恼障；三十 <coughs> 岁菩提树下入定，把十二年所学的放下，放下所知障。如果你不放下，便所知变成障碍，障碍你得定，障碍你开会。 那、啊、为什么你在外面所学的那个是心外修法？那不是智慧，知识。知识要不放下的话，障碍你智慧前结。所以放下，你看教公放下烦恼障，放下所知障，大彻大悟。 那为什么《四弘誓愿》里头有说“法门无量誓愿修”啊，“佛道无上誓愿成”？这不就矛盾了吗？啊，可是你要记住，前面两条是什么？众生无边是愿度，烦恼无尽是愿断。 众生愿度众生，这是愿；是红是愿，这一条是愿。啊，后面这三个，后面三个是是。你一定要做到啊！你烦恼有没有断？你看这个地方给我们说了。 不动地才把烦恼算断尽啊！啊，善慧地智慧起来了，起作用了。啊，法源地呢？哎，兑现了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兑现了。啊，第一愿兑现了。没有后面那个三条啊，那个众生。 无边誓愿度是空愿呢、啊？你没有能力呀、啊！啊，但是那一月是我们修学的一个动力。啊，你看世界人，啊，勇猛精进，啊，什么力量推动他呢？名利，他为了争名夺利，拼命干呐、啊。 那也不休息啊！啊，那菩萨名文、利养都不要了，五有六尘都舍掉了，他为什么要精进？啊，为什么勇猛精进？他为度众生啊，苦难众生太多了，六道众生苦啊，十法界众生苦啊。 啊，这是慈悲心呐、啊！啊，这个力量在推动他。啊，推动他什么？认真去断烦恼，断烦恼是修德行的、啊。学法门是求智慧呀。成佛道才能普度众生呐、啊。啊，法云地子成佛道了。 啊，这个地方也用金来证明，金云：“慈音妙云，福涅槃海，名法云地。底下有个主主解，啊，凡于涅槃，华严灭度，谓之海者，以其深广，无法不容。” 言语简单，几句话说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啊，大慈大悲，就像一片云彩，遮住阳光，你得到阴凉。啊，这个慈悲就福涅盘海。 啊，涅盘就是灭度，四地里头的灭地，灭什么？灭烦恼。烦恼是因，灭生死，生死是果报，啊，因果都灭了。啊，他的意思，生广无际。 无法不容，这一句重要啊！你还有一法不能包容，还有一个得罪我的人，我还不能原谅他，你永远是反复，你没有办法把你向上提升。为什么？你你,你不知道那个人是自己。 你知道那个人是自己，你就自然包容了。啊，所以真正觉悟的人晓得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。啊，我在前面讲过，做个比喻啊，一切众生是自己什么？ 我们要把身体比作法界啊，大涅槃界。一切法呢，都是我身体外面眼耳鼻舌身，里面五脏六腑啊，这叫什么呢？ 我们中国俗话叫“心肝宝贝”呀，是你的心肝呐、啊，是你身上的细胞啊，你没有它就活不成了、啊，真的是这关系。谁知道？八地以上菩萨知道，所以。 他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慈悲啊，众生迷惑颠倒啊，会糟蹋他了，他爱众生呐、啊，啊，你杀他，他还爱你，你杀不了他，你杀他什么生命啊，是假的不是真的、啊。 你把这个生命杀了，他又现一个人。他现身太自在了，他能现无量身了啊，这些事实真相要很细心去体会，啊，然后你才真正能够学得到，慢慢切入境界。 啊，对待一切众生，尊敬、爱护、关怀，啊，照顾、帮助他，成就他。为什么成就自己？他不是别人，啊，他确确实实是自己。啊，八地以上啊，承认了。 肯定的，一点怀疑都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到发源地才真的众生无边是愿土。啊，这一大愿就圆满兑现。啊，所以经文上说，遍证是地。 啊，你看看，《金刚书，表法表这么深的意思啊。那么在显教里面，西藏也有这个意思。你看，西藏里头有几股？啊，有四股。 能不能表四红誓愿呢？能。能不能像此地讲，摄波若蜜是一个，十种烦恼是一个，十种真如是一个，辩证佛地的时候，他正好他也四个。啊，菩萨手上拿的这个法器，表法的。 啊，金刚杵表这个意思，西藏也表这个意思。而西藏作用比金刚杵还要大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西藏是出家人，每一天都要外出托钵，他都要用它。啊，托钵要有礼节，不能够呃。 粗鲁啊！你敲人家门,门就不好意思了啊！应该怎么样？到人家门口的时候，摇锡杖，嗯，锡杖底下有这个环，摇的时候它会响啊。里面人听到、嗯、有西藏声音，他就出来开门供养 啊，所以这是给他一个信息。啊，他家里没有东西，他就不开门。啊，今天他家里没东西供养，就不开门。你就得走第二家。啊，摇一摇，里头没反应，就到第二家。啊，这是礼节，没有丝毫勉强。 啊，而且供养不拘多少，啊，不是有人富裕的人家，你来供养，他可以给你一钵满满钵的饭，但是多半人家家里吃的还有多一点的，啊，给你一瓢羹，给你两瓢羹。所以佛准许比丘托钵托乞家。 啊，第一部分齐家供养的，每一家一点点。啊，表法的意思。我们接着看进看下去，故知金刚属表金刚真智啊，代表这个意思。 啊，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，它的作用呢，能退魔君。断烦恼的成就，它有这个作用啊。那么我们手上拿着金刚杵，有没有金刚智慧呢？ 如果没有金刚智慧，这个金刚是不灵啊。西藏也如此，也是能退魔军、断烦恼的成就啊。如果你没有金刚正智啊，拉了西藏也没用处啊。所以。 如果真有金刚真执，手持金刚杵，这个金刚杵放光，啊，妖魔鬼怪才能看到，啊，他一看放光，他就震慑住了，他就退了，啊，降伏魔军，啊，西藏也如是。 文殊菩萨手上拿的是剑，啊，观音菩萨手上拿的是羊脂净水，他都有表法的意思在。 啊，金刚杵是武器，啊，古印度的武器，西藏也可以做武器用，啊，它的作用，一个是，骑势的时候，另外的时候，也防身，啊，因为古时候，多半住在山林里面，有些野兽。 啊，所以他也是防身之用。所以里面表的意思跟这个经上讲的相同。啊，能推魔君，能断烦恼，智慧断烦恼啊，转烦恼成菩提啊，啊，能的成就。 啊，成就是什么？成就是种真如，啊，即金中啊破邪之之意。只要有之处就叫邪之。啊，但是在净土里面。 佛教给我们至持名号，只有这个支柱不是邪知。你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你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自信的道。 啊，你看他的意思，啊，完全翻成中国的文，你就容易懂了。阿、啊、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。佛翻作觉，啊，完全翻到中国意思，无量觉，觉悟啊，或者翻作无量智，佛。 这个字有智慧的意思，智慧是体，觉悟是用，无量智慧，无量觉悟啊！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自信啊！一切菩萨烦恼断净的，前面说过了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 啊，成无上正等正觉，这就是我们一般讲正德究竟的佛果了。那是不是无量智、无量是觉呢？是。所以，阿弥陀佛这个名号，可以说是一切诸佛如来的通名。 总名称，那你就晓得这个名号的功德多大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念这一句佛号，把设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全都念到了。为什么？都是无量觉吗 啊，如果加上他的名字，法藏阿弥陀佛，哦，那就是指一个人西方极乐世界，法藏比丘修成的阿弥陀佛，要不然阿弥陀佛太多了，全是阿弥陀佛了。中风禅师。 在《三十心念》里面说的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他说：“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这些呢，真心，我的自信，我的真心就是阿弥陀佛。为什么真心自信无量智、无量觉？没说错啊。” 一切众生的真心，一切众生的自信，不都需要阿弥陀佛吗？我们应不应该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？我们今天心里头没有阿弥陀佛，心里头拉拉杂杂东西，拉拉杂杂的，那都是妄念，那都是烦恼，那都是一障。 把我们自信的阿弥陀障碍住了，让自信阿弥陀不能现前，现前的都是妄想分别执着，都这些东西啊！啊，自信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！这念阿弥陀佛是对的，没错啊。 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是真的啊，你才能成阿弥陀佛。你不把阿弥陀佛放心上，你怎么能成阿弥陀佛？到西方极乐成佛，成什么佛？成阿弥陀佛。人人都是阿弥陀佛，一切众生皆是阿弥陀佛。 这个意思不能不知道啊！所以金中破邪制的意思，以此金刚术，欲诸菩萨金刚般若之妙智，能破除一切不正之情之到这个地方。 把金刚说的意思说完了啊，是用金刚说来比喻，比喻诸菩萨、舍利菩萨。如果在华严经上讲呢，比喻四十一位发生大士啊，华严是大乘圆教。 啊，出住就把起心动念放下了。啊，《华严经》的出住等于别家的出地。啊，他分的细，是住，是行，是回向，是地等觉。啊，四十一位发生大士啊。 他们的金刚般若妙智那、啊、经上讲的最明显的，你看前半部四相放下了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没有了。 谁做到了？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小臣出国做到了，地位不高啊，小小臣呐、啊，在华严经上出性位的菩萨做到了，所以我们怎么个修法？ 你修到须陀环，修到初初性位的时候，你做不到啊！无论怎么修法，都在门外啊。须陀环是小乘出出果，初性位的菩萨，好比是小学一年级。 这是大乘教，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所以明白这些事实真相呢，傲慢的习息完全没有了。我是什么地位啊？我在佛法里是幼稚园，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啊，跟小学一年级比差远了。 断证的功夫不如人，智慧又更不必说了。啊，我们今天有幸，非常非常幸运，遇到净土，遇到净土，待业忘生，没放在放不下的是业啊。 八万四千法门，没有一个法门是单业的，通通都要断货真正。你就试试看，这个货断不了，那我们只有找这个法门啊，只有找法藏比丘啊，法藏菩萨、阿弥陀佛，只有找他啊，他有办法。 他建立一个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修行的道场，啊，也就好比他在那里办了一个学校，佛教、佛教、佛教学校，啊，只要肯去，他都修，都收，啊，凡生同居徒，小学，方便有余图中学。 释报庄严图大学啊，大学里头确实，实地菩萨是研究所，等觉菩萨是博士班，啊，真如此，所以他在那里办学校啊，啊，我们念佛到极乐世界去上学、啊，这个学校里保证我们。 断货阵阵，而且阿弥陀佛真了不起啊！啊，想的太周到了，啊，这个学校设备完善，一丝毫欠缺都没有。学生上学，什么人？谁呀，什么待遇呢？阿维普月智菩萨的待遇。哎，小学。 都是阿维约支付的待遇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！你去读大藏经，读遍大藏经，佛没有受苦，只有在净土里的受苦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独此一家了。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啊！啊，我们今天没有金刚智慧，有金刚智慧才能得烦恼。 啊，《金刚经》上半部你看断思想，下半部断思见，真了不起啊！下半部是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受者见，见什么？念头都没有啊！前面断了，相还有，念头还有啊，就是还有吸气、啊，后头连吸气断掉了啊，这个,个观念都没有。 真断了啊！所以我们知道啊，《金刚经》破四相啊，是四身法界啊，在净土里面讲方便有余土，后半部破四见呢，那是十报庄严土的境界，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。 啊，这是《金刚经》啊，上下两部分呢、啊。啊，下面我们看如铁围山啊，这经文，什么是铁围山？佛经上告诉我们，一个小世界。 以须弥山为中心，外面呢有八山八海，其最外围之山呢叫铁围山，又名金刚围山，其铁心坚固，故云金刚。金刚能坏一切，而不为一切所坏，故。 一遇不坏的，最后接轨到是德。这个德什么？性德，性德永远不坏啊！性德是每一个人自信里头通通具足的啊！慧能大师所说,说。 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啊！具足的东西，除心得之外，还有智慧，还有相好啊！释迦牟尼佛在《华严经》上把这个意思补出来了。佛说：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的相。 啊，所以自信是圆满具足的、啊，只要坚信你什么都得到了，一切东西不要向外求，啊，全是自信所限的。外面求没有，心外无法，这句话说的好。啊，所以你向外求啊，就错了。 向外求的这个知识，在佛法里面讲是谢知谢见啊，从内证得的正知正解。啊，也就是由戒定慧而证得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这是自信。 戒是解信德，定也是信德，会也是信德。啊，把这个这个信德了，信德是永远不坏呀、啊，不会变的，所以它是真的，没有变变异。啊，决定不会或不坏。用金刚来做比喻，它。 啊，所以是这个意思。如精啊，如天为山，啊，那么这一个小世界，许许多多学佛的同学，都把它看作太阳系。啊，我们初学佛的时候。 也是这个看法。我第一次到北京看黄念老，跟他老人家见面的时候，我们非常欢喜，一见如故。啊，他就告诉我，这个小世界。 不是太阳系，是银河系。那经上讲的这个须弥山呢，就是银河的中心啊。佛经上叫他做铁围山，啊，叫他做这个须弥山呢。科学家叫他做黑洞。 啊，须弥山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，须弥是翻成妙高，啊，妙高。那现在天文学家发现的，我们银河系的样子，像一个碟，像一个碟，当中厚，四边很薄。 所以它确实是凸出来啊，像一个山一样啊。取它叫妙高的意思，它高它妙啊啊！妙是什么呢？它能量太大了。那、啊、科学家告诉我，连光都被它吸收了，它有这么大的能量啊！那明年。 玛雅古老的预言说，银河的中心，啊，太阳跟地球排成一条直线，啊，明年会有这个现象。这个现象到底是好是不好呢？啊，古老的玛雅预预言。 说这个现象会给地球带来灾难，啊，但是不是地球的毁灭？地球不会毁灭，啊，带来什么呢？就是它的引力太大了，啊，它会引发太阳风暴，啊，太阳风暴。 我们中国好像《史记》里头都有记载，啊，叫太阳黑子，在中国古老的典籍里头都有记载，它的周期是十一年，啊，所以你看看《史记》里的天文志，啊，《汉书》里的天文志都有记载。 那、啊、如果跟银河一对齐的话，怕银河中心，那就是我们讲的须弥山这个力量，引发起巨大的太阳风。那么这个太阳风会吹到地球，啊，科学家的估计。 这最小的影响是影响我们的通信。地球上发射的这些卫星啊，这发射卫星很多，可能被这次太阳风全部摧毁。 啊，严重一点呢，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磁极，就是南北极磁场的改变，那个麻烦就比较大一点了。但是最怕的是它引发地球上的火山爆发，引发大的海啸啊地震，那这个灾难就太大了。 啊，这是明年很可能会有这个事情发生，但是也有很多科学家认为，不至于引发地球上的严重灾难，啊，像火山呐、啊，啊，海啸啊，不至于。但是通信呢，决定是受很大影响。如铁为山啊，我们就学到，学到了这一句。 下面是众末外造，皆不能坏。我们明天再学这个。